欢迎来到我们神偷联盟。口说会赢，马儿怪兽，有帮你啊，一个。啊，不用看了，不用看了，关一只眼睛都赢你们呢。零零零零What the hell？ 巴西亚哎，巴西亚，你可以想象什么概念？那个 Charles 半身不遂，腰痛在那边跪着，都还赢我哎，巴西亚，我腰得这样辛苦。爸，其实没有可能嘛，他跑这样多圈，一直玩到这样，一定是超过200。我觉得那东西坏了，我觉得爸我完全不 OK。哎，扣钱扣钱。为什么这个交不到呢？你懂我这样笑啊？走啊，他都在家里的啊。但是为什么刚才他们没有？我觉得是应该是溥仪有夹到那个空。当 Anson 跟溥仪的时候呢，我知道我confirm赢，因为哦我已经看到溥仪的手了，不小心压到那个表。我觉得是因为溥仪抱住他的时候有不小心按到，不然他应该跳到这样多下不可能只有八的，因为我们 after that 拿来摇过其实是会跳的。所以这个东西是真实的啦，我们没有办法啦，他拔就是拔下来了。我们一刀未剪这样拔出来，真的是零零零。对，是是是，反正。放心放心，那个拔是让我很幸福，你也是很幸福，真的。辛苦。反正你们都开心舒服过了，哎，赢不赢没有差。对，已经赚到了。对，你要不要去加入做小偷？都不需要加入了。现在你准备要偷溥仪的心就可以了，什么东西都不用了。OK。好，小门恭喜，大家大声相信。不小心赢了，不小心赢了，对，不小心了。做自己嘛。待会会有两张技能卡，但是只有一个人会抽到，另外一个技能卡是空的。OK， 所以你们两个当中只有一个人会拿到技能卡。哦，就是他们不是一 team 买的，他们是 solo 来的，其实。对，其实大家都是个体的，只是刚好这个游戏需要两个人一起合作而已。哦 ，OK， 明白。我们奖品来了，来了。我还是很想看他的眼睛冒烟。哇！想冒就冒啊！我选 CBB， 你要选两张都可以，你的有吗？好，谢谢我们的神秘人。所以我再次强调，两张卡当中只有一张有技能卡，技能卡可以帮助你在最后一个 final battle 的时候有帮助。好，这个时候你们可以告诉我们谁拿到技能卡吗？一直默念，希望我可以拿到，不要伤心，希望我可以拿到，因为我太想赢了。我当然是希望卡迪他中到啦，因为是 support 女生的嘛。结果耶，我拿到了，我还得到两三给他，但是我遇见他过后我的运气已经用完了。耶，你们都不恭喜我吗？啊，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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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第一个关卡我是辛苦，对我来讲是辛苦，因为你已经厌倦了啊。我只是想告诉你们，就是如果你觉得第一个关卡就很辛苦的话，这样祝你好运，因为接下来会越来越辛苦。哇，越来越辛苦，越来越好玩。好，马上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关卡。哇，终于回来了。然后我也不懂为什么我们的手上会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问一下我们的老板。安全套，安全套，我们的关键部位。OK。好，我刚刚都有在一直提醒大家，游戏会越来越难，越来越危险。所以为了你们的安全，我们还是会给你们一些护膝，因为超大的腰也不好，我怕等下他的手也断脚也断就麻烦。太烂了，我跟你讲，真的太烂，真的。这样子你就可以放心，因为等下的游戏是跟腰没有关系的。OK。这个关卡主要就是要考验大家的神秘感。神秘感。一下子要考默契，一下子要偷偷摸摸在那边搞神秘感，到底你们要做什么东西？会弄到我们很紧张的嘞。讲，跟做小偷等等有关系吗？等等。哦，类就是偷偷摸摸的意思，对吗？神不知鬼不觉。做了一些事情没有人知道，比如好像溥仪你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们干了什么啊。只是看到他怎么样偷偷的去疼他罢了，我就知道了。你是摇头罢了的。我当时来看，我觉得这个游戏对猫妈非常的有利，因为它小小只，这样像小猫一样，小短短。因为我感觉它好像有在跟没有在一样。有点讽刺。所以等下那个游戏，这个就是关键了。鬼鬼祟祟，就是你一定要有的一个精神。那个游戏规则，公维就特别的兴奋，特别的期待，因为呢。这种游戏呢，就是考验你们怎样躲。我小时候呢，玩抓迷藏的时候躲起来啊，我都忘记我躲在那里，所以你们一定要小心我。等下呢，我们会邀请一个曾经在飞虎队当过飞虎的一个人来到现场给你们特训。马来西亚有飞虎队，飞虎队的吗？我们是香港这边的。哦，马来西亚，请到大咖，完全大咖。那时候呢，我在想，
那个大魔王到底是谁耶？哇，那个飞舞队来了一个女生，这样变完了，让我们男生全部一定被输高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把他邀请过来，再跟大家讲解整个游戏讲完吧。我们欢迎 Ricky。OK 啦，非常可以，优先权在我们女生这边。我以为真的是请到香港，又要讲小心动，香港小绿吗？我失望啊，失望没真的。OK 啦，你至少请一个单身的来吧，老板。单身那都比较贵。你这样讲也是对，可是不用紧，把老板 budget 拉高一点。我们想办法谈啊 ，OK， 要看观众支不支持我们了。好，我快速跟你们讲一下，等下那个游戏呢，你可以将会蒙上他的眼睛，然后拿着一把水枪，那你们六个人呢，就要鬼鬼祟祟的去拿着一包饼，然后吃完它，放回去。后面的那个格子 ，OK， 因为他把两包饼吃完的人就胜利，这个是第一个先天条件。那第二个就是最后没有被 Mickey 射到的人呢，留下的那个生还者，他也是我们的胜利者。这一回我觉得我很有信心，因为平常我都是玩输的孩子这游戏，我觉得我一定会到很后面的，可能不是到最后一个，但是不可能是被第一个被杀的那个。我觉得是很有信心，我一定赢这一盘。这样就是讲，最重要是 Mickey 不要射我们就可以了哦。对，这样有什么方式让你不要射我们？你最毒懒，所以一来我的目标嘞只有一个，就是干掉全部男孩子。刚刚他就讲，怎么叫一个不是单身的来？所以呢，我这个想法就更加的确定了，就是我一定要干掉全部男生。我省这两个很久了，完美。他要公报私仇啊！是哦，够力哦。没有了，哎，飞虎队是非常的没有重，不会偏。没有，他已经变节了。你是？哦，是变节的飞虎队。这是对飞虎队，最重要是她男朋友是属于大神吗？昨天已经 call 他了，跟他讲好了的，所以放心，这一盘我赢定。那个游戏嘛，就是要你去到前面拿那个东西嘛。我觉得我有几个很小的技巧，我希望我所有这些技巧，你们不要以为我是一个很奸诈的人。好，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Mickey， 你准备好了吗？啊，叫他们再准备好了一次。准备好了。OK。好了，准备好的话，我们游戏开始。哇，很大声啊！你们可以。哇，围巾。等一下，不要动，上镜回去一格，不可以这样子。啊，我知道你上镜在哪里了。我觉得女神会在这里啦，我知道，我感觉嘎迪大会在这里。嗯，对的。有人要跟我八卦吗？你是不是要杀上镜？啊，是，我知道你在哪里哦。对，可是我帮你耶，现在。你先跟我八卦到最后。可以啊，确定吗？你在直直先。直直啊。啊，拉高一点。可是我觉得他在这边呢。你相信我，你拉高一点。你不要骗我。真的不骗你。哎呀，我的 brother 女朋友一开始我一定要帮她一下的嘛，所以我直接跟她讲上镜的位置在哪里，就是直接射她，射死她。拉高一点。不要骗。真的。没有。你射那边就射女生了。不可能。这样我有一个 counter offer， 你要不要一次过杀两个人？要。可以。就是往你的11点钟两个钟来。一开始我是很怕我射不到人，但是只要有一个人来 guide 我，跟我讲在哪里啊，那个自信直接来。可是前面是 Mona 哦。我觉得 Charles 跟林珊妮是一起的，我已经听到这边的声音了啊，我觉得是这里啊。你决定了吗？不，你要跟我讲上校吗？如果你不要上你的话呢，就往直一点，12点钟准。OK， stop， 再回去一点点，但是还有点远啊，你要射高一点。对。真的吗？真的。我跟溥仪讲的。从现在开始，全部人不可以发言了。我只可以射一枪啊。对，你有10秒的时间做决定，好了告诉我。我要射了啊。确定啊？确定。好。
没用。又以为哎很容易啊，他们拿零食又啪啪啪，我很快就知道谁在哪里。可是很多声音，然后音乐一来，我也是有吓到，因为原来音乐是这么大声的。真的没有人要跟我八嘎呢，我会帮你们赢啊！感觉全部要吃完了，还是我一个人在这边。嘎迪德，你不是要跟我一组吗？你骗我啊！嘿，不用紧。刚好音乐停的时候，三七就坐在我旁边，在旁边准准，我忍不住我就揍他。一。恭喜 Miki， 我也被淘汰了。哦，你要跟我结婚吗？这样子我就先射男的。我没有想到我会射到溥仪，因为我一开始就是 M 男孩子，可是最后射到溥仪哦，我就哎，对不起，对不起溥仪啊。中了，幸好不是射到我。可能不是到最后一个，但是不可能是被第一个被杀的那个。没有，因为我在害他，然后后面的时候他放回来。要紧，等一下下一层哦，嘎迪大跟莫奈。我要给女孩子赢 ，OK。所以 ，Miss Pui， 你必须离开现场了。拜拜。我还在旁边就是你们的，动到自己啊！其实真的很靠近，他就差我那么的一点点罢了。迪大师吗？这个是我，那个是我。我要找男生玩。另外边，左右，你的右边，右边。还没有两个哎。Anson， Hello， 初次见面，你可以跟我讲你在哪里吗？不在这边，不在这边。我一直想尽办法躲在上镜后面，他就一直移，我就一直跟着动。哎，你这很厉害。没有，对啊，我可以信你吗？可以。OK 啊。有中哦，我觉得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还是这边擦肩而过，差一点点还是死掉，哎，真的是血了。你也想，但是也是被淘汰。人生，哇，很准很准。Sorry， 耶 ，Miki 爱你。我们还剩两个男的，两个男，两个女。等一下你就要跟莫娜 PK， OK， 好残忍啊。Yes， 我在这里。这我一直找到你了，你很容易找哎。往下，往下。这边，左边一点，右边。哦，对了，他死定。我一定要他死，因为哦，我觉得他赢了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嘛。极简单，你知道吗？直接把嘎杀掉。超真的是我过到你哦，你的背已经有水了，没有办法，你淘汰了，你在太前面了，我已经尽量顶到了，就是看他会喷高一点。其实这一 round 啊，我真的不想要输了，因为不是我怕输，是因为我不想人家喷我，因为一来都是我喷人的嘛，你让我突然间给人家喷，那种感觉我接受不到。好，目前剩下三个人。OK， 再次强调，大家不可以作弊，只能在这个格子里面吃完哦。OK。所以目前上镜吃好几包，两包。哇，不要出神啊，厉害！三、目前剩三个人，然后嘎滴答，他的手一放他就赢。当我吃完两包零食的时候呢，我就快一点爬过去，我只是用滑的滑过去，然后我真的是欠那么一点点吧。我要放在那格子的时候，那个音乐竟然停下来了。可是刚好音乐停在他的手还刹那，所以你现在有可能可以杀的人就是上金跟摩拉其中一个，至少你这个 TVB 来的飞虎队还有一点尊严。OK。
所以现在你有两枪的机会。可是要很准哦，不可以三枪咩？你先射了两枪，我们再决定哦。OK 啊。但是如果你厉害的话，你也有可能可以直接射到卡迪达的哦。卡迪达，我要背叛你，千万不要。我在很远的，其实我还没有滑到过去。那个导演乱讲话了，是咩？你很远啊！我在这边，你 feel 到你很远，对，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射了，是？你可以。我觉得这是莫娜、卡迪达、林尚京。林尚京，你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声音出来的。你不是打我，你用披萨打我头，你不是讲你要给我报仇吗？你出一个声。啊，你这样丢东西就算了，这样也不太简单。多一次，多一次。讲一次，讲一个话。你一定是丢东西了，前面我那一种，你在哪里？很难呢。好了，我决定了。两枪，你是在第一枪吗？你应该是在这里。谁啊？这个人是林尚京，确定啊？应该啦，我希望是啦。好，那你准备好就可以发射了。一、二、三。冷枪。有痛吗？没有。哎呀！但是差一点是到卡迪巴。你很坏哎、欸！不然我这么叫飞虎队，然后又被踢出来。你还有一枪的机会。对不起，卡迪达，我只能选你。哎呦，我第一次上综艺节目，没有理由一玩我就 game 掉的吗？这样子我一定要多一点镜头，我是主角，所以，哎，我只能牺牲掉我的好朋友卡迪达。因为我知道你在中间。好，恭喜你成功干掉卡迪达。这个游戏就是这么玩的。不好意思，卡迪达被淘汰了。拜拜。就差那一秒钟，我就可以赢了嘛。然后呢 ，Miki 本来要杀林尚京了嘛，结果导演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他竟然哦叫 Miki 直接杀死我，然后不用紧，他还再补多一枪。导演 ，I hate you。明明赢了的。我跟你讲，说好了联盟啊，你讲了不射我的吗？讲了要给我赢的吗？结果只是导演的几句话，你直接射给我死。这种是朋友吗？是姐妹吗？目前我们还有两个生还者，林尚京，他已经吃完两包了，所以他回去原位放到那个纸，他就赢了。莫娜还有一点点，所以他们两个都吃完，准备要回去他们的原位了。OK， 所以音乐一响，你就准备好了。3、2、1。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一开始其实没有觉得我会赢，然后我也是抱着要死的心态去玩的，然后最后没有想到全部一个一个都已经死完了，然后剩下我跟尚京。莫娜跟我一起去到同一个地方，那一个零食放在那个框里面吧，我们就是差那一步吧。好，目前两个人已经去到他们的位置了，所以我给你一枪的机会。莫娜，我不射你，你就赢了啊！所以你要跟我讲，那个用披萨打我头的人在哪里？你要往右边射哦。我右右，然后往地上射一点，他躺在地上，对吗？对吗？嗯，对啊，恐分啊，差不多啊。OK 啊 ，OK， 你别帮他，因为你是赢了的。嗯 ，OK。林尚京不可以动了，我再动我就。不要动啊！你不要过来，狐狸。1、2。没有中，你还有一枪机会。是不是差一点？对，这样我要偏哪里？你可以再用力一点，过来一点，左边一点，我左边这边，下面一点，下，再下一点。哇，真细啊！一，用力一点，3。啊！真盖住！他怎么？我这个角度，看他那个不对。手里啊，飞虎队有点失手了吗？左边一点，左左，准不准呢？啊，可以，可以，可以。1、2、3。3。哎呀！又没有？没有。太近了，三枪都没有中，为什么？恭喜你的 TTT 吧，音乐继续。可以这样的吗？我操！
粉丝福利来了，这是你的点下去，这是什么声音啊？哎呦，小林，小林。